啊，好，交给葛培东山哈、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胡志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哦，他会带领我们台中变成世界的大都市哈、哦。好、哦，他非常清廉哈、哦，请你告诉你的邻居、朋友、亲戚哈、哦，27号那一天，通通投给胡志强哈、哦。好，我们会感恩，会感激你的，我们会记得你的哈、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今仔个市长的竞选总部哈、哦，代表吴市长向你请安问好。12月27，才拜托你继续跟支持哦。哎，全家甚至亲戚朋友也感到鼓励一下哈、哦。哦，感谢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打完了哈，那全有空就是没有打，没有打够了就是没有打到，就都没人接。我又打了第二轮也是没人接， okay, 好，所以交出来。打完的交给我们唐国泰议员哈，这是我们新媒体的组长唐国泰唐议员哈。我给你打完了。好，那个阿彩，我们的那个服务处的同仁帮忙接送的哈，送委员的，那个来在这边哈，在这边哈。来，那个麻烦调派一下车子哈。喂喂喂，你好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是本人呢，我是唱苹果花王昭君的杨燕。你好你好，我唱得很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也是刚刚从国外回来，特别支持胡志强。啊，那我胡志强呢是非常非常这个能干的一位市长，而且他真的有国际观，所以我希望到时候11月27号你一定要大力支持哦，别忘了投他一票。哎，你不能说你一个人投啊，你一定要多拉一些票来，好不好？哦，会了会了，哦，太谢谢。对对对，我在总部，对，我希望那个，我刚听到有个朋友我打过去，他说他要拉1000票。那么我也希望你也不要落后，也拉1000票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实在说一定会拉票，太感恩了，谢谢谢谢。我说台中的市民有福气了 ，OK， 谢谢谢谢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委员要赶高铁的哈，立法委员从各县市来要赶高铁的哈，我们秀院服务处有提供接送哈，那。要赶这一班高铁的人哈，那麻烦找廖秘书哈，现在安排车辆哈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嘞。打扰你一下哈，哎、欸，我是那个歌手施文斌，嘿，你好你好，拍摄我嘿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胡志强竞选总部，哦，我们办一个口号的活动，哈、哦，伫只代表胡志强给你请安问候哈。哦啊，11月27号，爱支持二号胡志强哈，而且爱嘛只爱赶快拜托亲，你的亲戚好朋友，一定爱选一个有国际观的市长哈。27号一定爱给你，市长到二号欧志强哈。好，拜托拜托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哦，他怎么这么乖？你在打电话，他都好乖哦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小棒的小朋友。没有玩具可以玩。
可是这个也很难呢，这么小他就会玩，好聪明哦，哦，又乖又聪明。胡志祥向你请安问好。嘿，那个11月27号恳请支持2号胡志祥，也要拜托请你的亲朋好友要选具有国旗官的市长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阿姨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哈，啊，李小姐，谢谢啊，哈，市长2号胡志强，拜托。啊，哦，你那是，哦，没有关系，谢谢你。哦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向您请安，拜托您11月27号恳请支持2号胡志强，也要拜托您，请您的亲朋好友一定要选具有国际观的市长，嗯，那拜托您喽，一定要支持哦，谢谢谢谢，非常谢谢。哎，又是请安，拜托一下哈，啊，拜托你11月27号一定要支持咱二号欧志强哦，谢谢。啊，那么拜托你吼，你的亲朋好友一定要来。来，这算咱这个国际观的市长哦，吼、哦，拜托你哦，嘿，来拜托咱支持咱欧志强，拜托拜托，谢谢哦，哈、哦，谢谢你。好，嗯，啊，对对对，谢谢哦，啊，啊，感恩祝你平安，谢谢。啊，有滴嘞，阿丽娜太太呀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吴志强竞选总部啦，哈，今仔代表吼吴志强来向您请安拜托，全家请安拜托。好哈，11月27哈，敬请来请求来支持咱二号吴志强。好，嘛拜托你的亲朋好友哈，咱共同来支持哟。啊，谢谢，感恩感谢哦，祝您家庭幸福美满快乐，大赚钱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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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麻烦您，我们要选有国际观的市长，谢谢您，谢谢谢谢，拜托，谢谢，祝平安，谢谢。市长哦，谢谢您哦，二号拜托您哦，哈，谢谢。单给本人哈，啊，11月27日就要投票啊哈，没问题哈，拜托拜托拜托哈，啊，为着台中市未来发展，帮忙倒邮票一下哈，哈，拜托拜托拜托哈，谢谢你啊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谢谢这几位孙立军又加入哈，来自己写名字写上去，好来，谢谢赵维涵小姐来帮忙打电话，谢谢。会记支持阮二号市长胡志强，拜托拜托，嘛先啊招亲戚朋友。哦，好好，一定要找一些志工一起帮忙哈。二号市长，拜托拜托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谢谢林琼瑶小姐哈加入我们团队来帮忙打电话，我们也谢谢王玉婷小姐，非常谢谢，谢谢田训佳哈，谢谢训佳，谢谢。大名。就自己写名牌上去哈，写你的名字，嘿，电视就会拍起来，你就可以留作纪念哈。27号那天哦，希望你哦，能够哦，请你的朋友亲戚哦，你是支持他嘛？那我们会感激你的，我会跟市长讲的。啊，多多支持哦！啊，有较济人咧哦，嘿，哎，多谢你哦，吼，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OK， 哎，大家拢 OK 啊，我冇问题。
我是台中市农会理事长，今天代表吴市长向你请安问好。11月27日恳请支持咱第二号的吴市长继续连任。你好，你国民党诶吼，感谢哦。我咧介绍亲戚朋友吼，咱市长是一个国际观的市长哦，一定爱记得吼。感谢哦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谢谢。谢谢杨可信先生来加入帮忙打电话的行列，谢谢谢谢郭建佑，谢谢建佑哈帮忙，谢谢。帮我们多拉几票哈，多介绍一些朋友，一定要支持我们二号胡志强胡市长哈，谢谢谢谢你啊哈啊，祝全家平安快乐哈，好，拜拜，好好，再见。好，让胡市长能成为大都会地区的以后，他把我们台中市更就是带上走上国际路线，他绝对有这个能力。他是一个做大官、大有远见的人，啊，我们不止要跟台北市比，甚至于我们将来让我们台中市走上国际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不是吹牛的，那你我想你比我了解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是副工队的，啊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也请你请那，也麻烦你请那些中间选民，大家都一定要出来投票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那么。不要躲在家里，不要生气，让我们国民党，我们这个大家庭赶快团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团结再团结，好不好？啊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嗯，拜拜。嘿，你好，我是恩给林婉，我是柯兰芬。哎，今嘛伫个胡志强胡市长的竞选总部，伫遮贤困甲你拜托。真的，谢谢你哈，谢谢谢谢你啊、哦。哎、欸，十一，好好，你好，11月27。哎，拜托你哦，嘿，好，感谢，感恩哈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。亲朋好友啊，来选27号，一定要记得哦，投给我们市长2号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托，谢谢，好，很开心。好、哦，拜托拜托，好，多谢哈、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拜托你，哦，安尼啊，你长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拜托你哦，爱去甲阮揪一家人支持你和市长，拜托拜托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你好，这里是胡志强的竞选总部哈、哦，我代表胡志强。请安拜托哈、哦，你要记得11月27号，请投2号胡志强，好、哦、拜托安，那麻烦你赶快亲朋好友六姐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谢谢你，谢谢哦，好、哦、谢谢。我拜托您啦，啊，这个11月27哈、嗯，啊，你爱支持咱的迄个有国际观的市长，安尼好不？啊好，你就爱搁倒邮票哦，嘿，哈、哦，因为这个对咱台中县市是足重要的哦，哈、哦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这边是台中市妇女会总干事林雪红，嘿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代表胡志强向你请安，哈、哦，哦，请你支持我们2号胡志强，一定支持的，哎，谢谢你，哦，全家都支持哈，啊，请你也肯托那个亲。